大海螺，香辣味的啊，看看手法。嗯嗯，抠不出来。哎，这个，这个，这货，这个青色啊，一定把它去掉，不然太苦了。还有这块，哎呀，这块，只要有青色的东西都不能吃啊，这个太苦了。还有这个腰子，这个腰子能吃啊，来，腰子，这个、肝。干的话去不去都行啊，干这块的话就处理完了啊，然后呢这块都能吃啊，来学会怎么吃海螺的朋友啊，给咱阿福这俩点上去，谢谢了，下面呢媳妇。